哎，哥，啊，遛弯呢？哎呦我，来活了！啊，体育馆晚会要个女歌，会唱好日子的，给多少钱呢？5万呢？哎呦我，没少给呀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放心，这事我肯定给你安排好啊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阿姨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你等着，哎呀，行，没问题啊。哎呦啊，来活了，5万呢！哎，小月啊，那什么，有个大活啊，体育馆。晚会要个女歌，会唱好日子的，人家没少给呀，4万呢。赵医生，你把这事给我安排好啊，等我接我电话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是吗？哎呀妈，大伙是不？妥，你放心，浩哥，交给我啊，妥，这什么事儿没有事儿啊，我路子宽，好，交给我，好嘞。哎呦，哈哈，大伙，哎，喂，光明哥，大伙啊，哈哈，给你安排一个啊，体育馆啊，晚会儿。要啊，对，要一个女歌啊，会唱好日子的，对啊，多少钱？2万，没少给吧？妥啊，这事这么定啊，交给你啊，妥啊。兄弟，哎呀，这事你放哥身上，那不就小菜一碟吗？你，我跟你说，我高看你一眼，知道不？你这选人选对了，啊，你哥手里头几线演员都有是吧？不要个女歌吗？好了好了，放心吧。差不了事，放心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活儿得好好的安排个人啊，别整岔路了。喂，老同学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先别感谢我啊，我给你找个大活儿，体育馆啊，晚会，你就差那说好日子啊，钱还能差吗？那边给出500。啊你赶紧到位，你啊，你别给我整差事了啊！好。哎呀，老同学，你太讲究了，这么大大活500块钱，没少给呀，太够意思了。我当年唱歌那时候就60-70块钱，哎呦啊，你放心啊，你就放心，我这多少年没出山了，我这打打老货底子，我把你这事给你摆溜平溜平的，就凭你这么够意思，你放心，我值得给你演好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哎呦我去！哎呦啊，哎呦啊，小宋啊，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了，你咋还那样的，一点都没变，还那么白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咋一点也不见老呢？哎，想起你会唱歌对不？对呀。啊，你咋这么高兴呢？哎，我刚接一个大活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体育馆大晚会，就让我唱那好日子。给多少钱？500呢，没少给。哎呦，哎哎，真没少给，够意思啊，太狠了。哎呦，我也挺意外的。你这样啊，你这样，你把那活吹了。你把这活吹了，没少给你推了干啥呀？我哥给你个大惊喜啊！你把这活吹了，我给你这些个，这些啊，不是4个1里，你就先退了吧。啊，不是2万退。哎哎哎！这包拯，你这是你说我一推了，这不
哎妈，这里外不是人呢，这。对。喂，那个什么呢，光明啊，不好意思，老同学，我这对不起你了，我那个什么，我你这活我去不了了，我刚突然发现我怀孕了。同学啊，我是不能这么干呢，那边不行，他着急用人，你这玩意儿没有，你这不这不坑人吗？这不是吗？这咋交代呀？这玩意儿啊，那玩意儿正闹呢。我说月啊，出事了。嗯，不是秃噜了，是，哎呀，你可别说，我给你人找好好的了，那都定完都定妥妥的了啊，出车祸了，让车刮一下子，哎妈呀，老惨了，鞋都压扁了。没招，我实在没招，你完你想招吧啊？好了，完了有事再联系啊。好了，哎呦，你这不玩我呢吗？不定好下午见面吗？不是，哎，你不是，哎呦啊，咋整啊？喂，宝哥啊，完了，那个女哥原本都定妥，去不了了，啊，嗯呐，住院了，是脚气老严重了。是一个脚趾头肿的老大了，大夫说了，说整不好还得剖腹产呢。啊，完了，这事你自己想招吧，行不哥？啊，那妥了啊，我们自己想啊，哥啊。没事。啊，那行，那行，那好了好了啊，没事，哥以后有活想你们啊。好了，啊，这样吧啊。对吧？小宋啊，你说我老不好意思了。你别不好意思，哥给你赔偿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不是，关键我给你推了，你说我坐的里外不是人，里外不是人，定金，我线上央求，但还没打到我就提前预支啊。哎呀，你太讲究了。不管是成与不成，你就拿着。哎，你太讲究了，就我跟你说，我都唱半辈子歌了，我也没挣那么多钱呢。别激动，不用感谢。哎妈，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是老感情，啥也别唠了。不唠了。以后我就跟你混，还是老感情。谢谢你啊。回家买奶买奶粉去。你放心，你谢谢你啊。是吧？我走了。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喂，人安排完了啊，妥妥的，体育馆，钱都给完了，我啊。黄了，不是老妹儿，这一夜